新华社消息，国家卫计委昨天印发《2013年空气污染雾霾健康影响监测工作方案》，提出将通过3到5年的时间，建立覆盖全国的空气污染雾霾健康影响监测网络，掌握不同地区 PM2.5 的污染特征以及成分差异，了解不同地区空气污染健康影响的状况。